大家好，我是极光之爱的编导李思源。极光之爱是一个关于初恋的故事，初恋的存在就是为了遗憾，而遗憾就是没有结局的故事。我们都需要一个结局。改编父亲李国修的纯爱巨作《极光之爱》，诉说两段初恋故事，让屏风表演般的剧迷重温北极光的美丽传说。我在不同的爱情之中都学会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我在每个爱情之中都有共通点，就是遗憾。所以我透过这个遗憾的方式去讲出这个故事，我才发现为什么我的故事跟我父亲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新生代演员林妍柔首度参与电影演出，挑战自然清新的深情演技。有一场戏我被副导骂，化妆师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：“妍柔，你很棒了，你要多久，我们大家都可以等你，你不要紧张。”我就当场就在爆泪。异想世界本周深入国片《极光之爱》，带您重温思念的感觉。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